手啊，对我一出到黄昏，一路坎坷行袂转，就免怨叹命运。该来的时阵，嘛着忍受，不敢想感情何时才久长。我有爱伊的单纯，煞无缘分来牵手。明知无结局，早着认分。自家站袂转，已经受伤的灵魂，只有勇敢面对苦痛，不来吞。一粒心甘愿受无啥理由。好感动哦，也是一种享受了哈。给唱歌一种激动的表情哦，那个气氛。以完全投入吼，阿洪才是安尼，听到咱阿吉仔兄呢要切这个国语的唱片，伊也是啊，徐富凯要开演唱会，阿小弟其实嘛就演唱会要开啦。啊，是啊，哎，我你放心，我这个位置两个较重要，你更重要。不是，你是什么地点啦？你台北那个成品松烟呐，对对对，大巨蛋后边家，对，哎，总共六十个位呢，六十个位呢，啊，有啦有够啦，我亲戚朋友都不止六十，啊，这超级重。我员工导播，我拢交代。你讲安尼，哈，那无我多吼，二十位嘛，未定啊！你安尼，我七百位呢。哎呦，七百位简单啦。头一摆啦，头一摆。啊，内容是啥物内容？内容就是讲我家己下过的歌啦。你拄好，讲吉他自弹自会用下歌嘛？但是遐歌拢无红啦。啊，所以我想借这个机会哦，介绍家己的作品。不是啊，你别人唱的拢有红嘞。嘿，林志啊，带起来。还有康康一条，林志啊，带起来，就是你写的。哎，我写的。对啊，真好听，足红的。哦，哎呀，江辉一条红花白芳。哎，蛮我写。黑马是。你也真牛啦。啊那。啊，家己那只韩文呐。我本就好，我谈起说。有才华啦，因为吼碰车碰过嘞吼，嘛是我阿给他足尊重的一个艺人，所以讲呢，伊即个要办演唱会。嗯。安尼啦，好不好？我个人甲你负责100张票啊！哦，哇塞！谢谢，明年以为切三个切四。简单啦，我最近吼，迄个活动吼，迄个较接唱的，安尼我嘛买100张啦。哎呦，哦，一定爱甲联赛嘛。伊讲安尼，啊，咱两个无少少停一下。哎呦，安尼，阮两个2张。我那两张是一定会去哦，啊，你那是百张人无去，康康嘛就歹看。我你放心，一定人拢爱。我绝对两百张，我绝对请三台游览车再来安度好。哎呀，感动！我没，我台北考得好啊。多谢多谢。